大家好，我是吴子怡。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，就是说那个，其实大师都一直在教我们，我们其实都跟宇宙意识、跟宇宙、跟我们的源头呢，都是合一的，从来都没有分开过的。然后我们跟师父、跟上师，其实也都是，其实就是我们互相的投射，我们也是，都没有分开，就是其实都是合一的。那很多，其实我经过了这将近2年的过程当中呢，我慢慢的就体悟到了，其实我每次在心里跟他就是讲什么求什么，那他其实都很快就是回应我，然后不管是透过实际的东西的显物质的显化，或者是就是会突然有人啊，有老师啊，有同修出来帮忙协助我。那所以我就觉得，就是说，其实师父都一直就是都在我的身边，然后我就觉得，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内建式师父，内建式 Parama Shiva，所以呢，大家千万要认清这一点，我们也内建在 Parama Shiva 里面。好，谢谢大家，你刚刚等。